一个妃子身边为何竟是素衣术士？放肆，这是你该问的吗？帝君，侧妃怕是认错了，在下凌霄派天使唐钩。帝君下凡无奈，定是不记得九重天上之事。既然公子撞上了我的轿马，自然是与我有缘，不如公子去我宫中一叙，说不定我能帮助一二。合欢可催情深，帝君如今是肉体凡胎，亦不能抵挡。若我能与帝君交好，攫取帝君神力，莫说这妃子之位，便是安都王位也不必放在眼里。你四处奔走定是劳累，我为你泡了杯香茶，你可以先坐下歇息片刻。不必了，任务在身，就不劳侧妃了。唐公子不必着急，你且安心饮茶，我自会将宫中的情形一一告知。多谢侧妃。酒杯，此物需每日更换，这张符纸便是刚换下来的，如若酒味深重，定是每日悬挂于酒阁之中。多谢侧妃解惑，我先行告退。无妨，我们小红书